其实这些东西啊，装神弄鬼的这些东西啊，全是在网上弄下来的。所以我说，郭美那个账号就不是她的账号，就是这个夏奇东后边的一拨子人在那鼓捣的啊，就是要维稳，要稳住蚂蚁帮，那个让他们心里安静一点，让他们感觉郭文贵不会被判刑，让他们感觉他们现在的项目还可以继续再进行。啊，就那么一回事儿。然后那个死芹菜呢，那个当一个小母狗舔郭美啊，就舔的那个哈喇子都乱流了，这个舔的。